将以野兽一同捉迷藏，和星星亲密的交谈，树藤和你玩。一身轻松的打扮，文学高峰系列讲座五，请来瓦利斯诺干，在11月18日下午畅谈自由写作。灌木都草丛也都慢慢，图书馆呢也办了很多比赛，那包括那个书叉。我说为什么叫妖道？他说他会认，只要小朋友喜欢的事情啊，你不强迫他，他都会去做。一支笔像什么？瓦利斯诺干现场示范，鼓励同学一同大胆想象。还有小朋友说眼泪，对了，太好了，是眼泪。哦，他指挥棒，对，魔杖，对，火箭，哎，它会动，会飞，火箭，指针，对，它是指针。梯子，它是一把梯子，可以通到天堂，很好，会看到的树。重点是关于想象力，还有创作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用引导，而不是制约的方式去激发学童的创作的美感以及他的动机，对不对？很有想象力，他有他自己的世界。我后面是跟孩子的对话，我从他的文章里面找到他的优点，然后称赞他的优点。创作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写的东西虽然很简单，可是就是很有内容。校园记者罗雅璇、吴千怡采访报道。